说是能力。节目一场，接着一场。刚才这个节目叫做《窃大鼓》，传统的节目，闫云达、孟阳二位演绎这个节目演绎得很好，不错。下去休息休息。是，这场又把我们两个人换上来了。咱们一场。先做一个自我介绍。太好了。我叫岳云鹏，是您一个小学生。啊。这位老师。您老师。他叫孙岳。哎，是我。是一个老学生。我们俩。我老牛局是怎么着？不是，您比我大。啊，岁数比我大。是。辈分也比我高。嗯。平常我都喊他叫师猪。嗯。哎。什么叫师猪啊？您比我师傅岁数稍微的小一些，小一些那没叫师猪的呀。啊，叫什么师叔？师叔，哎，师叔，叔嘛，我的师叔。对，平常我都喊他叔，是不是？您那个说清楚了。有这么一首歌嘛，献给我的师叔。还有写叔的歌？有，这么唱的啊？叔。你这辈子来来来，他不就是舒服呢？玩笑了啊！别你玩笑了，不玩笑了，别闹。我们两位给您说一段，好好。今天在座的观众可是不少，哎呦，晚了，都来听我们的相声。德云社的相声一般都是传统的相声，对，我们穿的服装也都是传统的服装，嗯，这叫大褂，对。也叫长衫，嗯，我们两个人服装一样，颜色也都一样，但是这个大小不一样，性别还不一样。好，好，我是男的。哎，没有，别抢啊，不用抢了。服装一样，我们穿这个服装啊，说相声，大街上很少有穿这个服装的了。哎呦，没有，大街上有穿旗袍的，哎，有女同志，是不是？那天我心想，我大街上我穿一回大褂怎么样？突发奇想，您来了，来吧。好，穿了大褂，里边穿了一个裤衩。哎，你还真豁出去。脚底下穿一双，凉鞋。凉鞋哈，哎呦，人字拖。哎，这不叫凉鞋哈，拖鞋呢。大街上我走，嗯，玩，穿那个王府井大街。哦，哪儿人多去哪儿？哪儿人多呀？哦，大街上走。你还别说，真有人看我。哎呀，谁都得看你。你俩大姐还聊天呢。啊，哎，快看，快看那男的啊，怎么穿那样啊？这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这大姐还说呢。啊，这你都不知道吗？嗯，这不是日本和尚吗？那我当日本和尚了。高级和尚。不太像话，现在大街上没有穿这个的，对，旗袍依然有。我们平常穿什么呀？唐装，哎，中式的华服。嗯，我们那个德云社有一个华服厂，哎，德云华服，德云华服。我穿着华服啊，参加过很多的活动。是吗？我们后台有一个演员叫烧饼。哦，烧饼。烧饼的父亲。嗯。烧饼给他父亲办满月的时候。你等等，什么叫烧饼给他父亲办满月？怎么了？这都倒了，这都不是烧饼的父亲给烧饼的弟弟办满月。哎呦，您说清楚，我们都去了。烧饼的弟弟，很多人都去了，哦，包括他，哎，都去，哎，去。我跟烧饼平常啊关系不错，你就对我跟这个老烧也不错，平常烧烧饼的父亲没有，他老烧干嘛？我们跟那个老大爷就老饼，我们经常烧饼，老饼。老烧饼吗？没听说，这硬成什么样了呢？这老烧饼了吗？不是，您叫人名字，朱大叔。按着说你说的，烧饼姓朱，叫朱云峰，他的父亲也得姓朱。啊，跟那个老朱啊，我跟你关系也不错。别扭，你别生气啊！我生气。我看你要生气。您说平常我跟烧饼关系不错，他们家这么大的事儿，我要是去了，我得忙活忙活吧。你得帮人家忙。哎，我干点什么？你啊，嗯，哎，你给人当个知客怎么样？知客啊，有的朋友说了，什么叫知客呀？嗯，北京话叫大聊。哎，认识人多，跟他张罗张罗事儿。现在叫督导，对，安排一下，谁跟谁坐在一起，谁跟谁坐在一起，省得搅和。
啊，这各波都不一样，省得乱了。哦，那天我去的稍微的晚了一些。嗯，他们都坐好了。啊，其中啊有一个老大爷跟一个小伙子坐在一起了。哎呦，您琢磨这个小伙子年轻，嗯，不太会说话。哎，老大爷岁数大，在那坐着闷闷不语。哟，小伙子说了啊，聊天。老头儿，哎，老头儿，老大爷心里也琢磨了啊，我老的老怎么还出一头啊？哎，老头儿，啊，多大了？这都不会说话，还小呢？还小，还小呢？啊，没满月呢？这是不是跟你办事啊？还听说？七十了，七十了，行，七十还小啊？七十还小，老宝贝儿，老米，老宝贝儿，嗯，赶上时候了，知道吗？秦始皇那会儿六十不死就活埋了，哎，你埋十几年了，没有这么说话，还能吃吗？啊，还能吃吗？还能吃吗？能吃，能吃，还能吃呢。啊，给你来一个干炸丸子，怎么样？我够用的啊。嗯，来一个螃蟹腿，怎么样？哦，还用。来二斤蹦豆，怎么样？哎呀。老头说了，说什么？你给我来二斤摁钉行不行？还听说？我给你买去啊。哪儿买？老头说话了，嗯，我打死你。那还不打起来了？打起来了。哎，所以说劝架也劝不了。哦，这个知客呢，我是干不了。您干不了这？嗯，那哎，还能干点什么？你呀，啊，给人家管管账。管账有送礼的，您可是记一账。对对对，是吧？管账我好。您好账。嗯，我能来。哦，首先说啊，我思维清楚。你啊？当然了。哦，我字儿写的也好啊，这是实话。算账算得清楚。你啊？手也快。你能当天收了有一个算账算得清楚就完，干嘛手快啊？你甭管吧。哎，好家伙的，收了好些钱呐！我们都得随礼呀，都得随呀，你也随了，随了。哎，我三天三宿我没睡觉啊！啊，我就给他算账啊！哎呦，随多少啊？太多了，多少钱呢？这一毛一毛的呀！哎哎，没听说我什么人缘啊？哪个算着我扒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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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呦！我扒了一天我才明白呀，明白什么呀？我不会呀！哎。我不会呀，啊，我别扒了，扒了一天。计算器，哎，咔，计算器是吧？这样摁嘛，哎，你得摁呐。哎呦，三天三宿我没睡觉，不少钱。我这眼睛里都有血丝了。哎呦，那您是够敬业的，是不是？是是，我都能抽出来了。你瞧病去吧你，我抽出来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太辛苦了。哎呦，三天三宿没睡觉，您到最后把钱一给他，啊。这个老生，哎呀，怎么了？太缺德了！老生怎么了？他背地里说我，说我这人不地道，不地道，说我昧他的钱，啊，恨疯了我了！哎，你等等，我做人怎么能够这个样子呢？您等等，您等等啊！岳老师，岳老师，他说您昧他钱啊？您收了多少份子？我三天三宿我都没睡觉。不不不，我说我扒拉扒拉算吧，我手都疼了。不不不，我没问这个，你一共收了多少彩礼？啊，两万，我两万，嗯，你给老少多少？你管着吗？你这你横跟我横，这不聊天吗？我跟你聊了吗？我这问清好给您讲讲理呀。我收了两万啊，我给他九千，不错了吧？哎呀，那你是够缺德的。我容易吗？你比本家拿的还多呢，知道吗？我都能抽出血丝来，你活该你。我两万都为了把糖子能赚出来，我容易吗？你是不容易的。人家随一百我写八十啊，随八十我写五十，哎呦，随五十我写三十啊，随三十就没随呀。哎，啊，三十都不写了。那写个什么劲呢？哎呦，都是一毛一毛的。哎呦，好，我手是够快的，快辛苦的。哎呦，您猜怎么着？嗯，这个老烧他给我告了。我告了啊！咱们法院去了。哎呦，人家法院说了，这个事儿我们管不着。哎呦，您呢？你找城管吧。啊？
城管，别找城管，打死你呗。老少心里动不行啊，对啊，他得找我去啊，找你，带着城管就找我去了。哎嚯，成拍去了，我瞧城管来了。嗯，咱说实话啊，觉得有点胆怯了。您还是怕死，确实胆怯了，因为万一他要弄死我，对对对，说不清楚，拿手把他压死。哎，老少，老少，你别进我家门啊。哦，你是怕什么意思？我把钱我给你扔出去。你是怕人进屋去？我认了啊，您我认了。那早该认了。嗯，一万一啊，一万一。媳妇你跌好了呀？哎呀，号都一样，都号都连着。那我还挺清楚。号都连着呢，那您是三天三脚没踹的。虽然那个票不一样，但是我啊。哎呀，尾号是一，尾号是二，我连上了。我拿针，我都给他穿好了。大底子呗你，拿走，算了。哎呦，下回有事我还不来了。哎，这还敢让你来呀？啊？那您说啊，您说啊，怎么着？下次再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我还能干点什么？您还憋着干点什么呢？啊？那得了，钱啊，您也别沾了。嗯，您啊，后厨帮帮忙得了。后厨忙活忙活，忙活忙活。后厨的活啊，我还真会。您会？当然了。哦。因为我的父亲是一个厨师傅。哦，你爸不是厨子？我不是厨师啊，但是是个厨师傅。什么叫厨师傅？没有证。没有证。那叫什么厨师傅啊？叫厨师傅吗？也厨子。啊，这么说好听吗？不是没有证吗？蒙古厨子，这么好听了？就打小跟人家学，哦，手艺学，有手艺哦。那、哎、我父亲在哪儿啊？北京啊。北京哪个是？北京的哪个在？啊，葵花饭店里头有一个岳师傅，那是我的父亲。葵花饭店，错一字儿啊！哦，葵花饭店岳师傅，你知道吗？是我父亲。哦，你父亲？那哎，不是我，据我听说啊，嗯，葵花饭店有四个岳师傅。不是，葵花饭店那个矬胖子那个岳师傅，那是我父亲。哦，矬胖子那是你父亲？有仨矬胖子。葵花饭店那个矬胖子戴眼镜，那是我的父亲。哦，矬胖子戴眼镜那是你父亲啊？有俩，你非得给我多找一爸爸是不是？那多热闹！什么叫热闹啊？不是您说听哪个是？葵花饭店那个矬胖子戴眼镜，满脸麻子。哎，那爸爸怎么这么寒碜呢？闹不得了，这反正就那个，哦，就那个，哎，哦，就是我的父亲。是啊，我打小我就跟他混，我给我爸爸干下手活。哦，干下手活。对了。哦，包通包干，那就灵活啊，灵活。哦，下手活，我给我爸干下手活，切肉切菜，那叫墩上。我给我爸爸干下手活。哦，那个蒸包子蒸馒头。啊，是我给我爸爸干下手活。怎么下手活啊？就是我爸爸拿什么往出带什么。哎，偷啊。再说一遍。偷啊。偷啊。啊，偷啊。啊，偷不能叫偷。那叫什么呀？否。哦，哎呦，你们还有行话呢。当然了。哦，否完了东西要走，那不能叫走，那叫绞刑。否完就死了是吗？什么叫绞刑啊？拿脚行走。哦，绞刑不是那个绞刑。哦，是吧？你早晚这个你们你们就偷吧，你们拿脚行走。哦，这都是我爸爸研究的行话。哎呦，这厨子研究的。我经常跟我爸爸在一起。哦，这不有一年吗？有一年冬天，有一家人家办事儿。哦，家里办喜事儿。是吗？我跟我爸爸去了。哦，打起了大风。哦，走大风。可不是那个起起大风啊。哎，那是死人起大风。这样吧，普通的大风。平房。对，平房。我跟我爸爸去了。嗯。到了晚上，好多人都走了。啊。那个桌子上的菜呀、啊，旁边的菜呀、啊，都在那搁着呢。啊。厨房就剩我跟我父亲，我们两个人了。我父亲一瞧，左右没人了。啊。天快黑了。
喊我。干嘛？小子。喊什么？小子。哦，小子。我是个爷们儿。当爷们儿远了。有意思吗？好吧。小子。小子。扶起来。什么就扶起来？我一瞧啊，30斤猪肉。啊。不是您等等吧。嗯。这玩意儿怎么扶？怎么扶啊？啊。贴在前胸上。这一下猪肉贴前胸上啊。哎呦。贴前胸上。是吗？我爸爸一瞧，有30斤牛肉，啊牛肉，我爸爸说，啊，扶起来，不是，牛肉你扶哪儿啊？贴在后背上，别，你等等吧，您这都不像话，怎么不像话？前面贴肉，后边贴肉，你贴不上，那没法待着呀，贴不上了啊？看来你没扶过，我们家里不干这缺德事儿，看来你没扶过，哦，您扶过，弄俩钩啊，啊，这不钩上，这不钩上。往这一搭不就完了吗？哎呦，跟搭脖似的啊！哎呀，好，弄好了。嗯、啊，我一瞧，猪，5斤猪油。哎，猪油怎么包啊？包起来，猪油冬天冻上了，冻、哦、上切开了，贴在两肋上。嚯、哦！哎呀，不可以，您难天是我家的。两肋干什么？哎，外面套一个大羽绒服。看不出来，闷上，就稍微有点胖。哎，那不是稍微的事儿啊，增加6多斤了。往前走啊，你瞧，嚯，5斤香油，你等等吧。哎，这实体的好薄，这液体怎么薄法？薄起来呀、啊！这也薄，薄你怎么薄我就不怎么薄。旁边有一挂大肠，啊，猪大肠知道吗？哎，你知道吗？猪大肠。猪肠子洗干净了啊！我给它吹起来，你等等，嗯，那边就漏着吗？你扶我，是不是？这还用扶啊？你怎么知道这边系上啊？您这两边通着，你吹那边管什么用啊？那边得系上啊！你准扶我，对，这边系上。哎呀，那大。哎呦，打完了，这边也系上啊，往腰里一系啊，好像腰带一样，香油的腰带，对了，哇，哎呀，一挂大肠腰带，哎，你这人看着怎么办？看不见，怎么看呢？羽绒服嘛，哎呦，大羽绒服嘛，哦，往前走，嗯、啊，我一瞧，嚯，粉丝，什么意思？抖起来呀、啊！您能怎么这粉丝怎么抖？粉丝泡软了，拿起来缠在脖子上。哎，不好！您能怎么？这地方羽绒服可挡不上，挡不上啊！我弄一个围脖，白围脖往里一套，我进步青年一样。还跟进步青年似的。哎，我这下身拿啊，穿的是。你怎么这么敏感呢？而且是个女同志，你们姐们不论这，我穿的是裤子，什么裤子？套裤子吗？套裤啊，套裤底下扎腿的。哦，扎腿裤子，哎，宽宽松松的，松松口，底下都系好了，啊，两边都系好了，啊，往这个裤腿里，啊，装大米，灌大米呀，灌大米，哎呦，这边花椒大料，哇，把自己喂上，哎。花椒大料都往里吃，最后拿小米儿6份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么听着够损的，您这两条腿还弯得了吗？没关系，哎呦，往前走，啊，我小哭，怎么着？变本。哎，您别买了，变本你也想投啊？就得投起来呀、啊。那怎么投？这鸡腾马是什么玩意儿呢？
七汤八水啊，搁外头冻一会儿，把这个水控出去，搁外头冻一会儿。哦，淀粉沉淀了，冻一个大冰坨子，往脑袋上一扣。哎呦，蛮好。哎，蛮好什么呀？大活人顶一冰坨子出去。我再戴一帽子呀。哇，全有伪装。当然了。哎，往前走。我一瞧，又刷的什么呢？火锅。哎，您别吵，铜火锅。各位，您等等，您别吵，那火锅没法火，你就甭看了。我也这么想啊，我这不火了，没法火啊。对呀，我父亲过来了。嫂子，走起来。你爸爸够三亲的，这是我的亲爹啊。什么都火啊，你说怎么火啊？先系个腰带。这这么薄啊，火锅好起来。哎呦，这个火锅两边都有耳朵，啊，有那个耳朵钉子。哎，弄两个铁丝，这边垫不起来，那边垫不起来，这边系上，这边系上，搁在我的大胯底下。我教你啊，小卖部不传了。前后都系上。哎呀，大褂一盖，放走。你瞧这身打扮啊，起来了。哎呦，站起来了。是我爸爸一瞧差不多了，跟我说了啊，小三叫醒我，让你走啊。我走。嗯，我怎么走？怎么了？我心里话，我怎么走？你走啊，浑身上下一百多斤呢。哎呦，最可气的我啊，我这个当下还是别比划着，怎么一火锅呢？是啊，有主意。这还有主意？假装掏耳朵。掏耳朵，掏耳朵走得慢呢。你见过刘翔赛场上掏耳朵吗？没有，我有一个。嘿，假装掏耳朵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一点一点往外移动。哦，蹭着。别人也看不出来，劳动人民的智慧，这都是。往前走，是是是。等走到二道门那儿，他有一个二道门。二道门，二道门那儿，我父亲往外走。嗯，坏了，坏了。他一不小心呢，把这个旁边这个铁锹给弄躺下了。哦，门那儿倚着个铁锹。您说您给他立起来不就完了吗？是啊，他懒。哦，他让我弄。谁让你是儿子呢？小子，嗯，把他扶起来。哦，扶起来。说的是让他扶起来。啊，我怎么了？我误会。哎，让我把它缝起来啊！我不是什么耳朵？哎呀，当时我心里琢磨着，这怎么缝啊？铁锹的，是那棒挺长的呢。对呀，这怎么弄啊？乳的后头，你没法，什么叫乳的后头？你没法走道了。是啊，这怎么弄？有主意，这还有主意？铁锹棒。咱就不要了，不值钱呢。哦，铁锹头我缝起来，我要的是铁的，我得给它卸下来呀。哦，卸？怎么卸？怎么卸？尬去吗？尬去！尬去！我听听，咱尬去！哦，孩子，你要说尬就尬，对，尬去！尬去！哎呀，我这正尬去着呢。啊，坏了，怎么了？本家大爷过来了。哦，本家来人了，看见了。嘿，啊，啥呢？啥呢？背着了吧？背。啊，我给他装上。装上？装上？啊，我明明看见你往外拔呢。这怎么叫装上？对呀。啊，拔起来我再装上。哎呀，你干嘛是？费那劲干嘛呀？嗯，我怎么不认识你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就这会儿我父亲过来了。啊，哎呀，这是我的儿子。哦，你忘了？早上起来跟我一块来的，是跟你一块来的。有一小孩子，没这么胖啊。哎呦，哎呀，我们这孩子他就是这样，怎么呢？吃完了饭他就胖。啊？那怎么光胖身上不胖脑袋呀？脑袋小。对，我们这孩子就这毛病。啊，吃完了饭光胖身上他不胖脑袋。哎呀，这什么解释？我们走了啊，回见。啊。岳师傅，我问问你啊，咱一共是多少桌呀？啊，备了多少桌呀？35桌。哦，不对呀，我备了40桌呢。嗯，那5桌呢？少5桌。我心里话，那5桌不在我这儿呢吗？啊，
啊，五洲东北身上待着，那可不嘛，哎呀，都在这儿呢。岳师傅，这可不对呀！啊，咱俩上账房算算账吧。哎，要算账。然后这搁这会儿，谁也没主意了。是啊，那得跟人去呀，对吧？我父亲很聪明，嗯，他让我先回家，我让你先走。哎，大爷，行，我给您算账啊。我这孩子也累一天了，你让他早点回家吧，好不好？啊，你说的对，嗯，他累一天了，是，怎么能让他这么快就走呢？嗯，等一会儿啊，让他跟我一块吃饭。哎呦，我请客。其实不会吃饭，那是他看出我身上有东西来了，好看出其中的端倪来了。嗯，走吧，账房算算账啊。我说大爷，我就不去了吧。嗯，啊，我就跟那尬就完了，我就不再装了。哎呀，好不好？你可真执着，尬就什么尬就什么。走走走走走走啊，快点。嗯，我说大爷，我就不去了，我回家了，我掏耳朵，我走了。回来，嗯，给我回来。哟，他怎么一转啊？坏了，怎么了？后腰上了啊！我往前一倾，他往后一蹬，坏了！怎么坏了？大肠折了。我这有一块大肠啊！是啊，大肠里头有香油啊！啊，走！岳师傅，您这孩子够肥似的啊！什么意思？顺着大胯往下流油啊！哎呀！啊，你搁谁谁也没辙。是啊，我父亲很聪明。您父亲跟大爷说了，说什么？大爷，我们这孩子啊，他就是会脏一排油。哎，喝多少排油的？走吧，嗯，走，账房算算账。是，实在没辙了啊，我得跟人家去呀。跟他去吧。来到账房，账房太缺德了。怎么了？有一个棉门帘呐，不冷？不是，里边啊暖和。哦，外边冷，里边有一个过那个炉。炉子，哦，过去的大炉子，对，火苗挺高的呀，哎呀，特别的暖和，哎呀，这里头有一个八仙桌子，啊，他俩一边一个往那算账，啊，我在门口站着吧，啊，门口凉快呀，哦，你不敢进去，我不敢进去呀，哎呦，我这儿有冰坨子呢，哎呀，好，别说了，一会儿挂了怎么办呢？我在门口站着，小孩儿，啊，进来，我让你往屋里进，站暖和，啊，这炉子旁边，啊，你站这儿。我心里话，你弄死我得了。那没辙呀，是啊，得听了人家呀，怎么今儿让啊？往里挪。嗯，我那一站，你还别说，怎么样？还真热。哎呀，废话，难受啊！大炉子还不热啊？我这浑身上下都是东西啊，你捂的吗？小米六份，我哪来？多少米味儿呢？站着吧，太热了。本家大爷也缺德，怎么呢？这个账啊，他假装算不上来啊，扒拉扒拉算盘看看我，扒拉扒拉算盘看看我，我紧张啊，那成心盯着你呢。一紧张，再加上热，我出汗了。哎呦，马上这就要化了。嗯，我心里话，这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就这会儿坏了。怎么了？打外边刮过来一股风啊，这阵风刮进来，哎呀，我想死的心我都有。啊，扫地风刮的，你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啊，刚才这个火锅。没到呢。哦呦，扫地风刮进来了。你忙的是什么？我都纳了闷了。把这个火苗赶紧烧起来呀！我不光这儿难受，哎，哪儿都难受。哎呀，还真他妈暖！一腿子爆米花去了，就底下呼呼呼起来了，那还不起来？我心想这大米别熟了啊！还担心大米了啊？我还有小米六份呢，担心点别的吧你啊啊！别担心他了吧？我靠，关键是他火苗都往不下走啊！你还有后半生呢，他把重要的东西烧了怎么办呢？糯米那什么似的，是吧？他一烧坏了，怎么呢？浑身上下全都热呀，那不出汗，大冰坨子可就化了。那还不化？化了不要紧呐，顺着这个脸子往下流啊，流白汤啊。哎呦，多暖！我看正流白汤，本家大爷瞧见了。啊，哎，师傅说，岳师傅，怎么了？咱别算账了啊，看看您的儿子那脑袋是怎么回事吧。哎呦，哥这会儿谁也没主意了，谁也没话
说了，对呀、啊，你很聪明。当时说了这么一句话，说什么呀？大爷，大爷，我们那孩子呀，他就是奶油的脑袋。奶油。